我是陈秋强，帮助别人是上快乐的代志，尤其是帮助囡仔。这是为什么我会把我的业绩放予仁爱国小起了一间图书馆，就是要予囡仔加看一挂册，认真做生意，把欠起来的钱帮助需要的人，是我人生上有意义的代志。恁大家一定会做比我搁较好。台不住在北京，云端爱宴邀请您大家来为台东的囡仔完成因的愿望。了冬天出现，还有每个春夏秋，他把永远的爱和平安送给你。台不住在北京。